同学们，大家好。上节课中，我们知道了算法的三种描述方法：自然语言描述、伪代码或程序设计语言描述和流程图描述。规范的算法描述可以帮助人们较为高效地编写程序，实现算法。其中，流程图作为一种图示化的描述方式，能够比较直观地展示算法的设计思路。在今天这节课上，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流程图中的常用符号及其使用规则，尝试使用流程图方式描述算法。第四课，常用流程图符号。本节课我们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常用的流程图符号有哪些？二、如何绘制流程图？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常用的流程图符号有哪些？流程图是一种比较直观易懂，用图形来描述算法的方法。在我们的课程中，主要讨论用于描述算法的程序流程图。请同学们观察快递费问题的流程图，说说流程图是由什么组成的？老师，我观察快递费问题的流程图，发现有好几种不同形状的图形，图形内是程序执行步骤。老师，我还观察到，这些图形之间是用有箭头的线连起来的，似乎告诉我算法执行的方向。小达和小雅回答得很好。流程图借助一些图形符号来表达算法的含义和关键操作步骤，并且使用带有箭头的线连接这些图形符号，表示操作的先后顺序。那么，这些不同形状的图形符号使用时有什么规则吗？小月，流程图中的每个图形符号都有规定的含义，我们需要选用正确的图形符号，清楚地表示每个步骤的含义以及整个算法的结构，这样流程图表示的算法才不会产生歧义。老师，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每个符号的含义了。同学们，我们以快递费问题的流程图为例，来观察一下其中有哪些图形符号。老师，我观察到有类似圆角矩形框的符号，还有平行四边形框、菱形框、矩形框这四种图形。很好，那同学们能寻找下相同图形符号框的规律吗？老师，这似乎与指令类型有关。你们看，输入重量 T 是输入指令，输出 P 是输出指令。这两类指令都是用平行四边形框。小雅说的对，开始和结束表示算法的开始和结束，它们的符号是相同的。 T 小于等于1是逻辑判断指令，用的是菱形框。快递费 P 等于12是赋值操作，12加 T 减1的值乘以2，这句是数学运算指令，然后再赋值给快递费 P， 这两句进行赋值操作的语句用的是矩形框。同学们观察得非常仔细，开始结束符用来表示算法的开始和结束。平行四边形框称为输入输出框，一般用来表示数据的输入或计算结果的输出。菱形框称为判断框，一般用来表示条件判断。矩形框称为处理框，
一般用来指出要处理的内容，比如计算和赋值等。老师，您刚才说，这些带有箭头的线，是表示操作的先后顺序，那么，这些线是否也有名称呢？是的，这些带有箭头方向的线称为流程线，表示流程控制方向，即算法的执行顺序。此外，还有一种框是连接框，用来连接因画不下而断开的流程线。流程图的图形符号画法遵循国家颁布的标准，这六个是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图形符号。老师，除了图形符号的功能有规定，在使用它们描述算法时，有没有其他规定呢？小雅问得很好。为了让流程图更准确、清晰地描述算法，图形符号有各自的画法特点。开始结束符内可以写开始或者结束。开始表示算法的开始，因此流程线从开始符的底端向下进入算法，它们相交的地方称为出口。老师，我来说结束符吧。结束表示算法的结束，因此流程线从结束符的顶端进入，它们相交的地方称为入口。小月说得很对，同学们应该观察到了，开始符是不需要入口的，结束符是没有出口的。接下来，请同学们来分析一下输入输出框和处理框符号的入口和出口的画法。老师，根据开始结束符的画法，我认为输入输出框应该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分别从顶端进入和底端离开。我认为处理框也是这样，一个入口从顶端进入，一个出口从底端离开。你们都说对了。那么谁来说说看，判断框的入口在哪里呢？老师，按流程线从顶端进入的规律，我觉得入口在上方的顶点处。小月观察得非常仔细，也答对了。那么它的出口在哪里呢？判断框是表示判断的，那么可能有多种答案，所以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出口。既然入口是在上方的顶点，那么其余的三个顶点是不是都可以是出口呢？这样是不是可以表示三种不同的答案？不过如果有第四个答案的话，该怎么表示呢？小月的想法很好，但是你忽略了判断框内的条件判断是一种判断成立或者不成立的判断，只有两种结果，所以只需要两个出口。那么我可以选这两个顶点，也可以选那两个，或者两边的顶点。是的，你可以选择三个顶点内任意的两个顶点作为出口。看看是不是还缺了什么呢？老师，看到判断框的入口和出口，我联想到在路上行走时，每当遇到岔路口，我通常会找路标，通过路标上的提示知道每条路的方向。判断框的两个出口就像两条分岔路，也需要有类似路标的说明。小雅分析得很对，我们需要在判断框两个出口的流程线上标注条件的结果，可以写 Y 和 N， 或者 T 和 F。其中 Y 和 T 指向判断框内条件成立时执行的操作， N 和 F 指向判断框内条件不成立时执行的操作。在本节课中，我们统一约定使用 Y 和 M 来表示判断框内条件成立和不成立。
我们一起分析了流程图中常用基本图形符号的入口和出口。在绘制流程图时，还需要注意几点。在流程图中，应均匀地给各个图形符号分配空间。流程线应保持合理长度，尽量少使用长线。流程线一般从图形符号的左边或者顶端进入，从右边或者底端离开，避免流程线的交叉。我们初步知道了流程图中常用基本图形符号所表示的含义及其画法。那么，如何使用这些流程图符号绘制流程图呢？老师，上节课的课后练习二，输入两个不相等的数，比较它们的大小，并输出其中较大的数。我是用自然语言描述算法的。我是这样设计的。步骤一，输入第一个数 A。步骤二，输入第二个数 B。步骤三，如果 A 大于 B, 输出 A。步骤四，如果 A 小于 B, 输出 B。今天学习了流程图的图形符号。你们能帮助我一起用流程图来描述这个算法吗？请大家根据小月描述的算法中的步骤含义，在流程图描述中填入恰当的语句，配上相应的图形符号。老师，我是这样填的。流程图上方是开始结束符，此时是表示算法的开始，所以这里填入开始。接着是两个输入输出框。根据问题的描述，这时应该是用户从键盘输入两个数，所以这里依次填入。输入第一个数 A, 和输入第二个数 B。小达，接下来我来试试为流程图中剩下的语句画上相应的图形符号。根据算法步骤 A 大于 B 是在判断输入的第一个数是不是大于第二个数，所以这句应该用判断框。然后还要注明判断的结果。由于 A 大于 B 成立的情况下 A 是较大值，所以 Y 指向输出 A 这个步骤。A 大于 B 不成立的情况下 B 是较大值，所以 N 指向输出 B 这个步骤。这里的输出 A 和输出 B 都是输出指令，所以应该用输入输出框。最后一个结束当然就是用结束符了。同学们分析得很完整，看，我们完成了用流程图清晰准确地描述输出两个数中较大值问题的算法。小达，钢笔字比赛的结果出来了，你登录钢笔字比赛查询平台，查看自己的获奖情况了吗？小雅，我查过了，在这次钢笔字比赛中，我获得了妙笔生花奖。谢谢你及时快递给我的墨水。不用客气，大家共同进步吗？小达，你有没有注意到，登录钢笔字比赛查询平台的时候需要输入正确的查询密码后才能查询比赛成绩。是的，根据我输入的密码程序进行判断，如果正确显示密码正确，然后会呈现获奖信息，如果输入不正确会显示密码错误。学习了算法以后，我想尝试用流程图描述这个判断密码的过程。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帮小雅设计这个算法吧。判断用户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密码输入正确，输出密码正确。密码输入错误，输出密码错误。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问题。老师，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中需要输入的是密码 T。处理的过程是判断 T 是否与设定的密码 M 相等，再根据条件判断的结果输出不同的提示。
有一位同学根据小达的分析写出了如图所示的算法步骤，请同学们为这些算法步骤选择合适的图形符号，并加上流程线标明执行的先后顺序。老师，我来试试。算法从开始处执行，然后用处理框在算法中设定正确密码为大写 A 小写 B 数字1234，再执行输入框内的输入密码 T。 这个语句对应的操作是由用户输入查询密码，获得用户实际输入的密码后进行判断框内的条件判断，根据条件判断的结果，如果成立，输出密码正确；如果不成立，输出密码错误。最后算法结束。小雅回答的算法逻辑非常正确。小雅，我想在这个判断密码的算法中再加一个要求，若密码输入错误，可以重新输入密码，怎么实现呢？小月，我想一想，这样的话就是需要重复输入密码 T 这个步骤，然后获得用户输入的新密码后，再与之前设定的密码进行比较，根据条件判断的结果再次输出不同的提示。你说的很有道理，那么再加一个要求，若累计三次密码输入错误，则用户必须等待十分钟后才能再试，这样算法又要如何修改呢？我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要统计输入错误密码的次数呢？是的，我也觉得每次输入密码错误后需要统计次数，表示输入错误一次。如果再次输入错误，这个次数就再加一。还需要对错误次数进行判断，如果次数小于三，可以再次尝试输入密码，如果次数等于三，就不能再尝试输入了，需要提示等待十分钟后再试。你们讨论的似乎很有道理，那么要如何用流程图描述这个算法呢？这个我还没遇到过这么复杂的算法，需要再好好思考下。同学们的想法很棒，讨论也非常热烈，希望大家在学习中保持这种积极思考、努力探索的热情，能在后续的算法学习中不断地完善这个算法。在今天的课中，我们学习了用流程图描述算法时常用的图形符号，也知道了它们各自的功能和画法，初步学会了规范的使用流程线标明各个图形符号执行的先后顺序，明确了使用流程图符号绘制流程图的方法。接下来，请同学们继续完成思考与讨论。同学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希望通过今天的课程，大家能掌握流程图的常用图形符号及其适用情况，在后续的算法学习中能应用这些图形符号设计流程图描述算法。第六单元四个课时的学习也到这里结束了，本单元的学习是算法的基础，希望同学们能养成在生活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习惯，在算法学习中培养严谨细致的态度。从下节课开始，将有陈明老师带领大家继续学习第七单元的内容。同学们，再见。